没永恩长很容易，永恩 Q 到你 Q 不到永恩，所以说尽量是学艺啊，学艺的话换血很赚也好打，但我学了 Q 已经没办法撤回了，他 Q 我，不着急，慢慢补就好了。把兵补了之后，他没有 W 的 ，EQ EA AE， 他 W 好了，先拉手。他有 W 之后，我们要等盾换血才不会亏。他这波致命之刀还没掉，先不着急，他 Q 过来 ，EQ AE E 过去，再 A 再 A， 闪现拉走，这波还是不着急，先发个信号 ，E 过去，退一下，吹起来旁边的空气。哎呀，救命呀！上个点火。走位，有人的话是有闪现的，但点火能烧死。血两级 Q， 递过去 EA 收掉。玩得好呀，皇子，这波支援很及时。对面潘森的话没闪现，有人没闪现，这波很赚。可以，二 v 二直接起飞，回家买个装备。这波有人过来都没事，他打断不了我的。这波的话我们直接 B， 他前面伤害不够。来个反曲弓。这把节奏比较快，一分钟的话直接反曲弓加反曲弓加风刺。我上一把的话很晚才有亮刀的，这把爽局兄弟们，开局直接爽。有人的话带致命节奏，但我有红 buff， EQA 再 A 一下，他带致命节奏我们也打得过的 ，E 过去吹起来，先 E 走 ，A 一下，再 AQ 再 E 过去升级我不死，这波潘森来我还能杀的，只要打到他 W 就能杀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白盾了。主要是红 buff 在前面打架太厉害了，这个有恩的话不应该跟我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个红，因为我出的全攻速的话，他带致命节奏也是能有攻速的，可能说他没有我征服者的攻击力高，但是我这波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红 buff 在前面是非常强势的。OK， 有我在，放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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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面有恩的话没闪现，我这波红 buff 还有一波，看他打不打。空墙没放出来，用嘴放，假装自己是个呆子 ，EQA 再 A 再 EQ 击飞再 A 一下，雷霆霸月斩落地平 A， 直接收掉。这波利用红 buff 最后一秒，这波有人直接心态爆炸了，他心态直接崩了。他回家出的是那个灵巧披风，出的暴坤流，他出暴坤的话再加上致命节奏，他还想打回来的，但他现在完全打不了了。三分钟会杀核桃果子的，我们三分钟可以去吃核桃果子。OK， 吃下核桃果子之后，上路还有个核桃果子，吃完核桃果子再吃指甲果子，然后再吃兵线，我们很快就会有亮刀，亮刀做出来之后就可以随便一打二了，风墙挡一下，再排这个眼，排不排掉无所谓的 ，A 他一下 ，A 他两下 ，Q 一下 ，E 过去吹起来 ，A 他一下 ，Q 一下，这波的话我没大，但是我现在有了，先不着急，他放大，吹起来。直接开大跑，开大跑的话我们是没办法了。三分钟还是那句话，核桃会刷两边果子，我们吃完下边的果子再吃上面的果子，吃完上面的果子我们再吃中间的果子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血量就会比较健康。有人的话是没有果子了，我4600块钱。然后这波的话我们不用急，一过去，一过去打断，一走，打断他的回城，然后回家慢一点，然后我们回去再吃一个果子。哎，这样的话经济就很高了。我现在吃三分钟5000块，三分钟5000块，兄弟们。三分钟5000，我是没想到的能这么爽的。我现在就差双鞋了，攻速有点快，爽局。这现在有人上线就死，上线就没了，这波我们不急，潘森的话下去了。 OK， 有人死了，一过去一个 Q EAQ， 然后 EQ 击飞 A 一下，雷霆霸月斩落地上点火，他没交，没交闪，这波还好没上到点火，不然浪费了。他这波交闪的话是可以活一下的，不着急，先拆塔。潘森的话也没来抓我，这潘森为什么不来抓我了？潘森来抓我可以双杀，双杀就可以提速了。回家买个鞋子，我这把发育太好了，我四分钟1.3的攻，我 Q 的话只要1.3秒，再加上一双水银鞋，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兄弟们，直接无敌。对面有人的话，被我压了一半的钱，他上线就死，他现在都没得玩，上线就没了。这波先不着急，雷霆霸月斩，落地双峰，吹起来攀升，然后一出去，风墙挡下 Q 没挡掉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呆子啊？风墙怎么挡攀升的 Q 啊？哎呦，排位怎么能放弃呢？队友都是优势，这波攀升应该开大了。
在先锋，这波不着急，还是没大了，放圈了，先退一下，等他圈没了先打格温空枪。我队友有队友吗？走位，走个锤子。对面有人没闪，哎呀，揉了下眼睛，看不太清了，直接把眼给浪费了。现在的话，其实对面潘森来抓我很好抓的，把潘森出全暴击，伤害老高了。怎么双峰 ？Q 到之后一 QR 就可以双峰了。这把打完打大好，我猛吃我也吃不了多少呀，我吃个一两组可以了，吃太多的话线吃不了了。像个英文一样。这波我不拉走了，潘森过来我就死，他去下路了，我要拆塔，我这波把中医塔先拿了，一血塔没了，但是中医塔拿掉之后我们可以回家买装备。我都是你的，这么会给，回家买个装备去下路杀人了，来个推棒，格温来找我了，推棒买下。我来了兄弟们，请求集合。上啊上啊，我扛不住潘森的 W， 潘森只要不盖我我就杀完了，放我出去。 Nice， 一颗击飞，雷霆半月斩都得死啊，挡下挡下女警大招，这样的话人头就一定是我的兄弟们。下路可以拆塔的，我们可以去中路找友恩，友恩的话现在发育很差的，这把发育太快了，这波不着急，插个眼去。对面格温的话没有回去的，放圈了，圈没了，圈没了。这波再捡我们家诺手，诺手被捡了一波大的，开了一个疾跑外圈，刮没刮到。格温的话三段啊，还在捡。格温捡了一下防御塔，诺手推棒拉走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不用急，格温的话没有带闪现外圈刮，刮小兵。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一个 EQ， 然后这个时候假装自己是呆子，有兵线你怎么跑？你跑不掉的，三点一线，懂我意思？我不绕路的。耶，空墙挡下，哇，这是潘森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他是 AD， 闪现拉走卖掉队友 ，OK nice， 哦，可惜这波队友死了，十多人直接创造三个，杀掉一个，有人的话没血，一个印度灰饼，再收一个，我有推推棒，有人的话被捡攻速了，石像鬼开起来，印度灰饼推推棒一 Q 上点火，空墙挡下的伤害一个 Q 直接带走，我看错了，我刚刚以为那潘森是卢锡安，好奇怪啊。我怎么能看成这样？这我把线收了，把线收了，回家买个装备。潘森有大的，这我回点血，边回血边拆塔，回家买个装。得出点漏啊，这把对面伤害有点高，先把格温杀了。格温后面有个露露，露露先走，露露还有两秒到家。我在路上。哎，我来了，宝贝儿，我在圈里，你怎么办？雷霆半月斩，回家。三千八，请求集合。这把三千八是很舒服的，回家黑七了。哎呀，鬼鬼，十分钟三件套，加上鞋子四件套，四件套，兄弟们，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玩。我都不需要操作的，接个 R 直接哐哐一顿哭哭 A 就完事了。这波对面维鲁斯应该是死了，露露的话脱节了，维鲁斯已经是具尸体了。哎，维鲁斯怎么往下走了？来拿增益，发起攻击，发起攻击。哎，不在这边，我吹到了。吹两个雷霆半月斩，我这波吹到有人了，但我没有视野啊，救命啊，射了 OK 拉走，我在路上，差点被他射了，我在路上，回家了，买个装备，来个短剑，这应该是长剑。对面那个维鲁斯的话直接开疾跑过来，
我来喽！潘神没闪，我现在伤害太高了，伤害太高了，这兵线都滑不动，直接给这兵宰了。格温在我旁边，我在路上。格温在我旁边没用啊，吹一下。这波不着急，格温应该要回中路的。尤恩的话有E，我们去尤恩E位置。尤恩直接死了，这波不着急，我被逮住了。攻墙放下，雷霆棒，哎呀，有蚂蚁在身上爬，我出的黑切呀、啊，黑切。这盘我真厉害，这把打野帮的好，这把打野给我搞了好多头，完没那么顺。直接给我搞裂开，不过我把维鲁斯给换了，我死之前把维鲁斯带死了。哟，我的好哥哥，我在这里哟，我的好哥哥，我要吃他的啊，不然他跑了。好哥哥，我来找你了。我在路上。这波把线收了，过去吃个红种子，打团了。我打团可以秒维鲁斯。干嘛干嘛？想闪现杀我们家女警，被框了，放我进去啊！你倒是，一回来，雷霆半月斩。这波晚点接大就好了，延迟大，可以让队友多 A 他两下。我回了，这波有点，这波有点糙。这波纯装备好，有点糙，买蓝盾没必要啊，买个冰心吧。我感觉蓝盾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主要是亚索出蓝盾血量我已经出了一些，对我来说效果太小了。这潘森打人是真的痛啊，我冰心做出来了，他应该打不动我了。这波不着急，我在等人，对面维鲁斯三秒到。这波不着急，假装自己是呆子。OK， 他信了，他上当了，他被我找到位置了。来拿增益。哎呦，有眼，有针眼，这个针眼没办法拍。哦呦，这跑了！哎呦呦呦呦，这跑的，这队友上头了，没见过人头是不是，兄弟们？上个点烟，吹起来两个，雷霆半月斩。飞碟棒先杀一个，闪现拉走，都要潘森的 Q。哎，我是老六。这潘森伤害好高啊，出冰心都差点被他宰了。大龙啊！我在路上。对面这两个肯定不会出来的，我们石头有大。打大龙吧，打大龙结束的快一点。集合进攻，那时难求。皇子迷路了。打农啊，打农啊！我在路上。哎，干哈？继续发信号，皇子回家出来。潘森有大的，主要是他这波不早点打的话，待会儿潘森一个大招给抢了，直接裂开。他们这是有眼了。潘森要开大了，两秒。哦，没开，打完了，他开来不及了，我有风墙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操，人呢？这潘森到底是什么成分的东西啊？行。休息了这么久，嗓子变年轻了。我不买蓝盾，我不管。我现在没伤害了，伤害有点低。太强了，不过我现在是真的漏啊，我都不知道对面谁打得动我。两个 AP， 两个 AP 又怎么样，我一个风墙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打。 AQ 圣东击袭，雷霆半月斩，
这人诺手伤害是真的低。我在空中，哎，我还想在空中打他一套。还有圈，哎，圈骗了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波还真的打不动我，他打我都不掉血。Victory.